来，请看一下。好可怕、啊！好可怕！哎，我觉得倒数第一跟倒数第三可以互换。好啊，倒数第一跟倒数，因为你这样看过去，倒数第一还蛮可爱的。是啊，不好意思，来，除了扣子会崩开之外，还蛮可爱。来，杜丽跟马国贤换一下位置。我们再来 take 一次。来，导播请 take。是不是看起来祥和很多？我们行程好麻烦，很久。才是正确的名字。国贤哥，我跟你讲，不信你拿橄榄球拿起来这样，然后你随便做什么表情，看起来都是智商不足。是你这什么当什么业务员呢？好，我们第一轮结束了，第二轮的题目是去好莱坞试镜，他们到底要穿什么呢？哦。经过了第一回合的厮杀，这一回合的题目去好莱坞试镜，到底型男们想演出什么角色，又该如何用服装表现自己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刚刚谁才啊？你又重新记录一名好不好？我是那么用心的，而且完全不公平。他是个运动员，都靠他的将赢这个比赛，不公平，他完全都没有看他去运动。他们也是有问题的，就是说嘛，八六。他自己一个人，我觉得你对你这么有信心。我知道我非常有信心，我告诉你，现在不能告诉你这样，是我吓到粉丝，但是跟各位看到你就会吓到。怎么说呢？这第二轮我们会播一些 MV 就好了。没有，哎，对，第二轮我们都很认真，他们每个人都有他们在好莱坞电影里面心仪的角色，他们今天要来。领班，所以你刚刚去后面看过的是不是？领班，你真的确定你这次？带得出场吗 ？OK， 每一个都带得出场，而且绝对保、哦、绝对没有像刚刚什么 Elsa 跟乳牛。领班，如果这一个再有不齐的话，你就退出演艺圈哦。不可能！刚刚我们是有按照顺序，但是后来不是有排名吗？哦、最后一名。所以我们现在就让最后一名第一个出来。好哦，来，我们马国贤。哎，他都演成这样了，他还是这双鞋哦，奇怪了。哦哦哦哦哦哦哦！哎，他这样子，等下包成这样，这个动作，人家以为他是英雄哎。他，你是这样印证 cosplay 的？很好啊。哪里？整身的装扮呢？你刚刚这样子，你好像很喘哦。刚刚很喘，这样就喘了。戴面罩，不要这样，年纪大了，气有点喘。啊，请问一下，你这样子是要去好莱坞试镜什么？柯博文，真的是蛮用心的。不是柯比哦，柯博文哦。哦，这梗柯博没有文。这个也是我看那个我们国贤哥二十多年来最认真的一套，就是有真的有，对对对。对，但是扣掉这个东西，他只有看下半身，还蛮像赛车手的。哦，对，摸着重机啊。而且我希望他以后上各大节目都戴这个面具，真的多好，也不需要，大家就不会攻击他的发型，多好。三位评审的意见，其实我也不知道他这样试镜到底要干嘛，因为从头到尾看不到他的。对啊，就随便找一个人穿上。是啊，所以我的意思说，所以我为什么要花钱去找一个从头到尾看不到？我就找一个动作人，是这样，武打动作，而且有马手就好了，因为他年纪又大，跑也跑不快，也没那么大。哦，你的意思是说他？应征黑武士还是白兵都 OK， 反正都看不到。对啊，那你示范一段柯博文，你要怎么样告诉我们说？柯博文要有演技，漂亮漂亮，演技需要什么？武打嘞？要变要变要变，要变怎么变？而且你看他的预算。你要去哪里？哎，有啊，有啊，什么感觉？他变成车子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对？不好意思，他的预算，他的后半。整片蓝的耶！哎，他的转速只有20吧？对呀、啊，再一次，要不然你再变成车子，你开到那里。我帮你配音好不好？配成车，变车子，快点！变车，变车！好，开出去！开出去！哪里不对？哪里对嘞？完全对，他戴面具比他人还好笑。戴面具超好笑的。
好喘，哎，很喘呢，好不好？搞不好那就是他最后的变身了。你们还这样？请问一下，哪里到底坐哪里？好了，以他的喘度，他现在应该可以先坐在椅子。对，可以坐在椅子上。等一下再出来，那请问是哪一张？橘色的，好吗？橘色的，橘色的椅子，还 OK， 还 OK， 看得到吗？因为我现在看不清楚。想象不到它里面这样，哎，拜托，现在就带那一片，然后就带他一个机器人坐在那空椅子上，好帅哦，行情好差哦。来，接下来欢迎阿龙。为什么小偷也要应征？阿姆，是不是？哇，应征我，他其实还蛮像阿姆的。我不是阿姆，但为什么他应征 sales 跟应征这个都一样的态度啊？可是我觉得他有用心，因为他刚 sales 的鞋子不是这个，他有换，他有换鞋，不像有人哦，机器人的业务，机器人，还有什么契约的业务员也一样穿那双鞋。怎么你太不用心？我今天带了三双鞋子，而且他的金条金项链有跟鞋子颜色搭到。请问一下，你这个是要是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最近出一个电影叫做《冲出康普顿》（Straight Out of Compton）， 然后在台湾好像这个电影不会上映，因为它不会上映，那你办这干嘛？那个，因为它是现在在美国排第一名票房。请问它的剧情到底是什么？它是讲一个饶舌团体的故事，叫做 N.W.A.， 他们是在这个饶舌圈非常有影响力。听说你也会饶舌，是不是？哦，来一段，来一段，来一段。为什么？跟观众道歉。来一段啦，听一下嘛。赶快这段弄完，这个要还给来福的。你这样一直弄，来福要练什么？制作人希望他表演一段。来一段，想听一下。以后他就会在台湾的唱片业死心。好好好。Hey yo, Walter. What up? Tell him where you at. Straight out of Taiwan. A crazy mother lover named Al.Ripping off into each other, but the jam bong, you didn't tie quan. Jiao tie da, Julie Yin tie chong, suck my swag. That's how I'm going out. Make a skinny jean, oh yeah. 之后会有很多人要求你穿这一套加分的你。哎，我觉得阿龙很适合，真的很加分吗？有，他可以做第一个，他可以做第一个，我觉得非常，他可以做第一个。这一个就受到你们的如雷掌声，下一个你们绝对吓死，真的吗？你是说好的吓死还是好的？绝对是好的吓死。来，我们欢迎杜丽。你可以先把鞋垫拿开吗？外面这边有一大圈，哎，他前面用一个半垫的，哎，真的啦，从鞋垫转过去，你让大家看你后面勒多紧，真的好可怜，好紧哦，砍进去嘞！哎，你不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去找这个吗？鞋垫呢？真的不好找啊，就鞋垫不好找。我好怕你淤血哦，好用心，而且杜丽也是一样同一双鞋 ，Samuel Jackson 啊，对啊，不重要，我们这个扮相一出来，谁会不知道他是谁？对，我觉得很厉害，还像前面那个小偷还要解释，这个还蛮有态度的哦，就是这样摆着一张脸，对 ，OK 的嘛。阿龙，不好意思哦，你可能要。
要到第二位。对，真的。来，阿龙往后退。走一下，总比走不到。没有，你现在没有，他们要让他做第一位。第二位，他真的一出来就知道是谁啦，是不是？哎，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角色？因为我看这部电影，我觉得 Samuel Jackson 太帅了，真的，而且很多粉丝就说你长得很像 Samuel Jackson， 胖了20公斤。对，然后想说他已经老了，我这么年轻，下一步。但是你比他胖20公斤应该有吧？没差啦，哎呀。不重要，我比他年轻20岁吧，是不是？对啊。